50分钟以后见，对吧？你让我塞纳整个100层，你碰都碰不到我，我开一还可以 counter 你一手梦魇，也打不到我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你说的都对，有思路的，有思路的，就是三 D 保三 D 一个大哥玩，是这个意思吗？要保一个，这把只能保，还有二哥呀，人马。版本新理解，新版本新理解，好吧？石头人好像没有加钱。不，我说整体上来看吧，那版本之子人马，人马啊就够了，对吧？围绕人马搭建了一套新版本阵容，回复阵容，对啊，有了塞纳跟露露回复，塞纳露露，然后双保，然后有容错率的塔姆，而且我跟你说哦，我仔细想一下啊，其实这个阵容就 NOC 处处克制 NOC， 塔姆可以吃，塔姆可以吃，露露变大可以积分，可以变形。然后你又不可能废我石头人，对吧？好兄弟加油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魂拿到了，开心！魂拿到了，这把是塔姆补刀。啊，确实现在让辅助补刀更意更大。看看上校，通过大数据认为 TT 的阵容更好。有理解。对，就这个阵容真的是 NOC 你没法飞啊。我觉得确实有理解，而且现在风包子下路还去慢了，游戏中被打断了，对，一上来就有点劣势。而且我再仔细想啊，这阵容如果在后期就正常度过对线期，开始正面拉打，右边这个阵容各种奶各种盾，对不对？哎，但说实话打到大后期，我觉得肯定是 TT 这边好一点。对，右边这个阵容大后期真不弱，就依靠三娜，我其实三娜一个人就够了。对的，而且这个塞纳太难死了，这塔姆很拼啊，直接冰川都带出来了。再来一个 DP， 这把已经想好 C 了。说的对，他已经想着把自己当 C 位打了。人马是 F 六石头人再拿红，啊，你看，哇，一上来就点，一上来就疯狂点啊，因为对面来慢了。嗯，跟林伟翔帮打野多打了一下。因为刘军生被打断了嘛，这边看在眼里，嗯，而且这边梦魇先动，哎，那这样人马很伤哎，而且上路也是顾不来的，对啊，哎呦，那没办法呀，我石头人我也不可能帮你啊，兄弟，但你这个再给 LOC 一个红可以吧？但你这个开野就哎不给，聪明反被聪明误了呀，对吧？他是他就想躲一下视野，让你猜不出我在哪里开，对，但是他忘记一点，我的中上。都是表现，嘿，下路想来台直接吃，然后就靠塞纳疯狂在这里点。下路还是很好压，也不错，说实话压制力是打出来了。嗯，因为主要选了个洛嘛，洛线上还上线晚了，肯定压制力会差一些的。上路石头人就，啊，这杰斯带的全能石，才发现啊，我也才发现。应该是光故意注意他们阵容是吧？嗯。哎呀，那这样宣告的人马，在这2分钟不可能再来上路了。反正就扛压着，就看这个塔前的补刀把握的好不好了。塔前的补刀问题不大，石头人补塔刀还可以。有个 W 就是吧？对，也要老石头人才可以吃。其实还可以，就没那么难。石头人回家了，这波回家啥也做不了。十个刀，出个啥小副甲？出个小副甲，小副甲还是直接出十红水晶，黄水晶。哎，中路露露这里，带球跑快快，打你一点血。其实石头人这次出装很合理啊，要是等我真的很扛压，我这个可以转肉，要是杀你一次我转 AP， 对，都可以，很合理的。但人马现在经历过人生的黑暗时期以后，重新来到了上路，这上路如果能抓一次你还别说，我挺期待 TT 这个阵容啊，就一撑到中期抱团的时候强不强的。对啊，就是中期真的赢一波，这五个人站在一起也挺难杀的。
就是这个对线期要冲过去才对。哎，人马这波靠过来了，杰斯，哦，杰斯做好眼了，还是很谨慎的，而且，哎呦，哇，上来就半血，好痛。那人马只能回家了，现在。下路反正互相发育。下路就看塞纳出魂了。就是要打你打多一点，哎，再吃一口还是一样的。其实塞纳我觉得是一个玩起来很有乐趣的英雄。其实这版本塞纳有一点点小缺吧，因为羊刀他那个暴击不能溢出了。嗯。那我也觉得，如果让辅助能成功补起刀来的话，他也挺强的，就对线不吃亏，他叠到后期真的挺强。哎呦，难受啊！打野还没有来的情况下已经这样了，现在没有 TP。这一波是有炮车兵的，所以他走回来可能就亏一个近战兵，亏一个炮车兵，但是渡层的话得被敲了，对的，再 A 一下应该要回。哎呦，很难受，难受，没办法，想要太抗压了，他康特选的呀，这哪有这么我康特我自己。他觉得我杀你一次能打，但确实啊，真的只要杀一次，如果在六级的时候杀一次，他自己再单杀一次就有了。对，是，你说的对。但按照现在这个情况，人马好像不太愿意来。要来，真的要来。但主要是中路露露其实可以帮忙动一波的，而且露露这把带的是点燃，点燃有想法的，有想法的。哎呀，这个一，哎呀，被四露露包夹了，要闪现吧？啊？闪晚了，感觉第一时间闪还有一点机会。第一时间闪有一点机会，就隔墙如果能第一时间一直往靠边，对，闪上去的话还是有点机会的。这个闪不交，可能是关灯了，没看到下路支援过来了。是的，哎呀，第一个大招就启动了。杰斯也很舒服啊。杰斯。巨鼠估计那古里也没想到吧，我选了个杰斯，对面会整个石头人转。对，其实现在这把下路任务也很明确吧，就持平发育，看打团，对面就只能打多少魂打多少魂嘛，主要是这条小龙确实 TP， 反正下路优势肯定要是拿快一点，哎，已经开始动了，而且是看着的，这波。后期没有大，再拿下来了。九个龙应该是可以轻松拿下。而且只要水龙，石头人很欣慰。很欣慰，在抗压记录上又多了一份保障。对。现在其实还行。还可以，真的还可以。开地板，就至少渡城也没有掉特别多吧。杰斯刚才也是支援那波嘛。但杰斯一来就得走，这事儿确实挺烦的。现在没有落后很多，就是二十刀一个渡城，只是这个上路这条线比较被动。但刚才露露又死掉了一次，所以说，哎，这里控住，哎，顶着两波线就要动手吗？哎呀哎呀，追着打。其实刚才，如果硬打的话也有点，因为左边其实没有什么，主要是右边不想打的原因是他们少个技能，对吧？塔姆带的是 TP 啊。而且露露看到他们第一拳打出来也是下去支援了，对的。但露露打 NOC 说实话你是阻止不了他推线的，对，阻止不了他推线，对的。哎，来了，这个大招好了，往下路上路靠一下吓吓你，哎，再回来把渡城蹭一下，哎，蹭到了，要上去完成任务了。哦，还有一波线，先过来河蟹和先锋，正面要打，他们给踢。哦，这一波人马直接配合着露露是杀掉了刘青松。啊，现在战斗力确实人马强很多啊。对，人马就是简单粗暴。啊，这边右边阵容都很简单粗暴。对，很直接右边的阵容。直接，就不搞操作了。你打我，我吃；你落单，我大。对。哎呀，哎，现在杰斯，你看补刀追回来了。可以可以，这阵容。
还可以是吧？怪是怪了点，怪，但是我们刚才仔细分析完了以后，有理解，都认为这个阵容其实还可以的。是的，哎，这边直接换过来了，对，搞换路，换路。我选石头人是为了抗双人路的呀。哎，可以的，其实上路再越一波，哎，人马没大，这波但是有一的话有机会。哎，把兵线被清了，这炮很聪明啊，直接把兵线清了。但是塔姆可以开车过来，交闪走一个 Q， 人马帮忙扛两下塔，哎，硬杀这波，哇，有点痛，这下要一打三了吗？哎，一还是有点难啊。哦，这波细啊，一个人三人换扛，技能交完了，技能交完了，这波没有蓝了，对。来，大家看一下另外一边的抗压，同样是一 v 三，石头人会不会有他神奇之处呢？要看谁敢打打谁。哎呀，直接原地一个啊，这个 R 的 R 的很好，杀了一个，哎，漂亮。好像还能拿一个，还能换一个，完美。看石头人不是靠杰斯压的，他有思路了，就是他这个操作都已经很有想法，知道谁扛第一下要秒啊，对，这次 R 不出来了。哎，漂亮啊，还可以，真的可以，而且上路先锋拿一血塔了，三大肥起来了。哇，感觉有点难处理啊！而且就像我们刚才说的，如果真的打到五 v 五的团战，第一 NOC 不好飞，对；第二，我有一个塔姆，一个露露，这个塞纳是，完了所有人两个人头回家回来以后就，一瞬间不一样了，一样了，现在是跟杰斯是一样的发育，背着熔渣，穿着铁板鞋，腰。哎呀，这个塔可以守一下，再守一次，可以再守一次的。这把主要还是杰斯在上面没有拿很大的优势，是20个到一个铸成，但是真的不够。这就是，其实只要不死就行，是，你面对杰斯抗压，你不死就可以。其实造成这种结果，我觉得有一部分，我感觉还是打野这个路线有点问题。哎，但是这里直接开大，两个都没闪现的，这波两个肯定要交代了。这一波感觉要出事了。哎。我这么能奶的吗？你看不到我，但是没有过去给到塔姆啊！但人马来了，这波要反打杰斯一炮，没有打到塞纳。哦，这样的话可以换掉一个 Nagri。人马又冲了起来，开了疾走，大招直接给，但是后面的兄弟有点跟不上来啊。露露还有一个大的，后面没有塔的，人马还在跟，应该是还要追的吧？追不了了吧？还有闪现给大，又踢了一脚，但是人马要死了。太拼了，太拼了！后面哦，石头人来了，来了，是他，是他，他来了，一个地板，吓大！这波鲁莽了一点，我感觉鲁莽了一点。这波就其实我觉得第一时间啊，方格拉斯也应该知道 TT 的下路双人组是没有双招的嘛，对，所以他们这一波就是想的是没双招我。哎，稍等一下，来了这波，但是上面有 TT。没关系，他有灰盾应该是不会死的，想双杀，我觉得他是这样想的，就是他没有想到我杀你这两个人用这么长时间。其实我也没有想到，我第一时间以为秒死塔姆应该会塔，但我有点忘记了，他是一个 AD， 他是一个有发育的塔姆，他是一个有发育的塔姆，他是一个冰拳塔姆，你得把他当一个肉来看待，不能把他当一个辅助来看待。而且塞纳第一时间就一直往回撤，对，东西还飞不到，反正主要塞纳没死。哇，这两条龙一打，这还是一条火龙补了点输出。这个阵容需要火龙啊。我跟你说，现在真的对方布拉，不要看经济一样啊，现在对方布拉来说压力挺大的，挺难的。主要尤其这个大没有杀到人。是的，赶紧把速腾吃一次。哎，一般这阵容你真的没人飞，真的没人飞。露露吧，看露露会不会落单。哦，你飞露露会死很惨。如果队友没有资源的话，可以了。单带的，对，单带的话有机会。那确实挺难飞的哦。又来了、这个，大招差一点点 CD。啊，这里打了一套，赶紧溜。这石头人也是练金挂。他这个选择用四中的出法。露露出的是军团。看一下这波抬起来，但他没抬起塔姆。哦，对，没抬，但他一直在动。这波真的抬起塔姆的话，应该死的。应该会早一点点死，然后这波能早溜一点。哦呀，这波主要是杰斯位置，刚忘记杰斯位置有点太靠前了。对。
冲，这一波人马真的是猛啊！然后后面有奶妈呀，跟着你闪现给大了，这是二个。而且看这个时候石头人才在冲入一塔，哇，他走过来的呀，走过来的，我以为是 TP 呢，这波是没有 TP 的原来。哎，当一个绿油油的石头人出现在你身后的时候，那一刻有多么的绝望！哎呀，一个地板，550。我也喜欢这个皮肤。好，刚才那个说错了，是帝国指令。嗯，是帝国指令。帝国指令，他是帝国，他这把要补一点输出，给队友补一点输出。就所有人围绕这个一个兄弟的马啊，其实人马也算了。对。哎，这波要开了，而且确实位置很靠前啊，塔姆这波又闪。但是有奶能抬起来，反而要反打了。这波落很惨，被还是被恐惧到的差一下没有死，活了下来。LOC 开大掩护队友 ，LOC 直接飞向露露，但是他深知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做不了什么，所以只能后撤了。啊，这一波 TT 大哥不在啊，吃进露露能不能救一下？哎呀，杰斯在收割了。这边三大怎么说？哎、闪现拉开，看一下一个炮。哦，好能奶，好能奶，全员残血，哎、打出闪了。这波大哥不在、啊，其实小鹏操作出问题了，我看他两个 Q 都 Q 空了。就追的时候，这波打回来一点啊，打回来一点还可以。刚才这波是杰斯做的好呀、啊，把石头人给逼走了。对，这波要是杰斯到正面，杰斯单就石头人这个位置啊，单打不行。他这个出装就是一个有点像酒桶，像不像酒桶油子？右边这五个人啊，是拧成一股绳的。对，他们缺一根都不厉害，缺一个都不行。每个人都有自己要在团上做的事情。是的。分工明确，像流水线一般去打团，但个人经济爆发的全面领先。刚才就是少一个，就像杰斯在正面，石头也在，但是作战不是完全一个，不是一个正比的。是的，战斗力来说，哎，现在经济还是领先很多啊！这波打完，对的。但你说石头人，他又不能不发育，一直跟团，你跟团方布拉斯避战，你就很难受，好对吧？我感觉啊，他还是得换一种。这把就打自己单身一个辅助，我觉得他这个补刀能跟上已经可以了。石头人吗？嗯，石头人。其实我看了一下，他前面过来支援的波还挺亏的、啊。他如果在中路吃两波线，再吃一个渡城的话，这个经济补的也不少啊。但他拿了个人头啊，那一个人头，哎呦，直接开大，这波是知道你其实没有闪，大漂亮，好肉。石头人扛住了，哎，看到了，OP选手给到林伟翔。哎，很久没有在 LPL 的比赛里面看到这种比较有理解的阵容，有自己思路的这个对教练很有思路啊，克里斯有思路，而且这个思路还不是那么晦涩难懂，对吧？就你一眼看上去这个阵容、哎、可以，哎呦，但是他这打出来以后，你会有一种哇，这真的可以，真的可以，是吧？也会有这种惊叹出来。哎，主要还是这个石头人。把压扛住了，对，就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劣势，因为打野没来搞他，是的，我觉得他几波都是半血在那里在那里混，给人马吃，给这个塞纳吃，这波团对于两边来说都很关键啊。火龙正面先放先锋，给点压力。那石头人来了呀！来了来，这石头人正面参战，这是不一样的。把这个睁眼位置直接卡住了。哦，已经在打了这边龙。那可能要放掉这条龙打团了。正面一抬，抬到石头人，看一下石头人大哥怎么说。哦 ，NOZ 飞到了后排，露露大哥直接给了，但是没有变形啊，没有人去限制，露露自己这里是还没有阵亡的。正面人马先死，哎，有点脱节啊。两边各打各的呀。对，各打各的。那这样露露快出问题了。一个闪现 Q 开啊，好像被烫死了，三杀。这一波其实不太应该啊，我觉得第一时间回来打就好了。这边的龙已经没，硬砍。这波一台可能要出事儿，哎，要出事的呀！这个放歪的技能收到了人头，这一波方布拉斯上头了，硬去打这一波没什么优势的。这给了一个伤，三杀不应该的呀，直接放他们走就可以了。哎，其实这一波第一时间方布拉斯是赚了的，赚了，但这波打完赚了挺多。这波打完以后没怎么赚了，因为莉莉亚这波补完之后可以早一点出中亚，对的，下一波更好开团。啊，中亚直接就出来了。前锋还是有点作用的，把中塔给怼掉了。嗯，哎，这波是
石头人跟人马太高估自己的伤害了，太高估自己了。他们大哥其实是塞纳呀，对，可能不跟着大哥，他们两个人控制打了三板也没用的。两个兄弟可能前期打得比较顺心。不，其实刚才他们两个人上去伤害啊还可以，就是杀不死人。我帮看一下啊，你看，他们是二v3呀。对啊，就看一下杀，应该杀林伟强哦，好像重叠了感觉，还是人马没大来着，人马没有大。人马没大。哦呦，少人马一个大，但是你看两个人伤害有一点了，但是缺那么一点。就是人马一个大，哎，缺那么一口气。其次这一炮，这莉莉亚闪现给 Q， 强行配合蓝惩，是烫死的。但你看后面这里再去打九点，急，有点急了。主要这个塔姆吃得好啊，吃得好，而且他还肉。对，他这个赶紧给放歪的技能，是放歪了，这个放歪了，直接打不就死了。可能那个思路没转换过来吧，这个塔姆真的挺肉的，挺肉的。而且挺聪明的，他这把水银鞋加水银，他就保证自己能吃出来就行了。哎，下一把心态崩了之后，这把换了一个塔姆，感觉就不一样，拿一个稳健的英雄，不一样。而且塔姆现在不容易死啊。对，这把是真难死，好像比石头人还肉，比石头人还肉。石头人就这把出装备的人啊，这其实应该是塔姆和这个人马啊。哎，其实我觉得露露这个出装还是有点问题，他应该出个月食。哎，我也觉得月食。真的，这人马也回血，塞纳也回血啊。就是他应该把阵容放在韧性上，而不是放在补的那点伤害上。没什么用，而且帝国已经削弱过一次了。对的，你说最强的话还可以，就直接把自己当工具人，然后把所有斧刀都给人马加塞纳吧。哎呀，这波掉了很多血。哎，真的，你想想看，如果他这波出的是月食的话，正面的团战就能一直回复的，一直回复的。对的，反正他这100多点伤害，他有什么月食、香炉，对吧？把这些东西整起来。月食加流水法杖，哎，又加移速，这个也给人马叠点移速。然后飞开大了，哎、开到谁了？飞谁呢？哎，这波差一点点，露露大招还是给了出来，人马的大招也冲了出来，进来想打，但是哇，造成挡以后太厉害了，不及时这一炮伤害很高，和他拉开距离，伤害差了一点点啊！啊，哎呀，又只剩两个下路的兄弟了。是的，哇，这一波伤害差了一点，差了一点。嗯，果然输了两波团之后，这个阵容没效果了。对，不能输团的，急。这样的话，直接过来开大龙。就这种奇怪的阵容啊，包括原来我们看到的宝石琴女打下路，这种阵容都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不能有失误。对，容错率，就是队员要有纪律性的，知道不能犯错。对。而且塞纳装备其实不是很好，伤害还差了一些。他会越打越好嘛？但是他们就急着，其实他们抱团去做一点事情就行。其实他们拿了这两条龙，我觉得像对面拿这个就可以拖了嘛。我、哦、看对面打完了，那就撤嘛，就把中塔守一下，再回去补点发育。但是想急着打，看一下这一波啊，中路落单了，落单了，总有人出问题哦。然后 OC， 哎，胡云碧这个大招真的藏得很好啊，对，他就最后才飞过去的。而且石头大放了一番，没有人限制杰斯，这一波团战杰斯的发育太好，发挥太好了，这一炮伤害太高了，对的。那现在这条火龙，哎，旁边人马又落单了，塞纳两件装备了，这两件装备不够看啊，其实，真的不够，但他其实伤害是有的，他点的其他人就是他们这种没法收割，对，也不用不至于这么拼吧，每条龙都去跟对面打，而且 NOC 又飞后排了，哎，人马也直接送掉了，有点可惜。人马这里大招只能是断一下后排，但是塞纳已经没了，我飞进去了。那，哎，这套阵容终究啊，还是没有打出特别好的效果，感觉不够熟练吧？我觉得前期该打出来有的，已经有资本让他们去发育了。是的，但他们还需要很长的发育周期。对，就你看，其实挺奇怪的是这种。对面明明拿了大王 buff， 五个人位置站好，视野也做好了，你还硬不去拼？是的，这把下路其实打得挺好的，下路。对。那应该是一波可以结束比赛了。Formulas 在面对这种
比较有理解的阵容的时候啊，他们其实是这种阵容的鼻祖，对，所以他们对于阵容的理解也是比较到位的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恭喜 FunPlus 让一追二赢下了这场 BO3，同时也感谢 TT 啊，在这场比赛里面给我们展现了一些新的东西，新的理解。对的，虽然没有出奇制胜吧，但是这种新阵容的尝试还可以。对，而且 TT 今天的表现我觉得还是挺好的，三场比赛第一场打得很完美，第二场其实打得很有韧性，然后第三场比赛又拿出了一些自己理解的东西。而 FunPlus 呢，其实在第一场失利之后啊，作为传统强队极快速地调整了自己的状态，连续两把都是非常迅速地拿下了比赛的胜利。对的，主要是在游戏里面的调整真的很到位，很到位的啊！恭喜 FunPlus 又是赢下了常规赛的一场，现在的战绩也是刚才是9-2，对吧？对。